你怎么跑到这边来了？我今天专门过来找你呢。你从那山里面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躲在这个地方等你了。你准备去哪里呀？我准备去一个哥哥家。亲哥哥？不是亲哥哥，我们是一个家族。去做什么呀？去帮他们干活。他们家橙子比较多嘛，然后我那个哥哥的话年龄也比较大，然后干活的话不怎么方便，还有一个爷爷的话80多岁了。哇，这么好。你这两个鸡是哪去街上卖还是送他们的？送给我好不好？不好。这是你自己养的鸡啊？对呀、啊、土鸡。对。那送我吗？为什么不好呢？不行。那你现在走路过去还是？我一个哥哥送我去。那我送你去吗？不用不用。哎，他就是你哥哥吗？不是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。他是谁？我也是他的一个朋友。啊，你好你好。没事，你要送他去吗？我送他去。不用，我送他吧。不用不用，我送过他去就行。你有没有开车吗？我开车了呀。行，那就开你的车去吧，我车没油了。那谢谢你，好，那我送他去啊。但是我也要去啊。你去干什么？你不要去了，我送他就可以了。要去干农活的嘛。你帮他去干农活。我肯定要去啊，要不你不要去了。农活我帮他们干吧。要不你不要去了吧。那一起去嘛，好吧。行行行，那就开你的车去啊。嗯，好好好，不要开我的车去了。嗯，行，那你去，我们一起去好吧。好。你在这边等5分钟，我看到那边有人在门口吃饭，我带着个弟弟去那边吃点饭，他今天还没吃饭，好吧。好好好。你车里面东西都放好了吧？放好了。好，那我先带这个弟弟去那边吃点饭，然后我们再走，好吧？好好，走，小程。哇哦！跟他走了。走。你好，帅哥。吃的是什么？吃猪肉的吧？猪肉。那我们就在你们家吃点饭啊。啊，可以吗？对。小程，多吃一点啊。嗯，好的，谢谢。然后赶快吃，我们要赶路。嗯。来，林夕。嗯。来，这个肉给你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吃吧，那边我专门给你拿过来的。谢谢。吃掉，吃掉。嗯。你吃吧。哇，林夕，要到了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一片都是我哥哥家的橙子，一大片都是。哇，这么多。对啊。上面就是我哥哥家，走吧。好，快到了，走。嗯，现在这个还能吃了吗？这个现在吃的话还有点酸，等到11月底、12月份的时候就比较甜了，特别特别的甜。哇，下面就是一条。对，下面是金沙江，对面是云南省。这边就是四川。对啊，四川省大凉山，雷波县。爷爷。老师哥哥去哪儿了？老师哥哥去哪儿了？啊，这爷爷、嗯，爷爷多少岁了？啊，多少岁了？啥子？问你多少岁了？多少岁了？91。这个就是我哥哥家的，最近的话就是酸甜酸甜的，挑一个小的，特别好吃。行行。嗯，弄一点，让你尝一下。好好。来尝一口，就这样子吃啊、哦？对，会不会很酸？不会，它最近是酸甜酸甜的，哇，甜的，水分特别足。你看，就是最近嘛，等11月到12月的时候更甜，然后水分特别特别的足。嗯，还是有点甜了，是吧？嗯，不酸呀，很甜呀。嗯，对，特别甜。等到12月份的时候更甜。这个就是橙子啊。这就是。中国第一县继承雷波县，它在雷波县，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。哎，林夕，嗯，就是我给你介绍一下刚刚那个小帅哥，啊、嗯，他昨天刚到我这边、嗯，他是从小就被拐卖在河北，他说他自己是我们四川大凉山的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他的父母。所以说他过来，我们两个昨天就碰到了，所以，他叫小程，他叫小程，对，他从小就没有
父母的爱嘛，所以说有时候可能不会讲话那种的话，你要理解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啊，小陈，过来。对，就是这个帅哥，这应该叫什么？叫姐姐。姐姐。嗯。叫嫂子。嗯。叫嫂子。啊，对，叫嫂子。嫂子。啊。不要这样。对，没事啊。还要不要加点火？不用不用了，快点吃饭吧。啊。可以吃了，自己夹来吃啊。好的，来，我给你哥哥夹一个，来，哥哥。我不要。这个给他吧，这个你我也不吃，给你放。